大大哥敢毋是讲，迄位地方亲会经过潼关，敢讲就是？这位大嫂，我的真面生，我好亲像过身熟识，这嘛无好呀，奇怪，伊为什么那一直甲我看？伊到底是啥人？地方亲，伊的年纪看起来跟阮小弟差不多。假使伊若是我的小弟，我唔知要偌欢喜。我家，客话，你唔得，我就跪也跪心。在下。我猜那无唔对，八成买问的是迄个大嫂，伊为什么伊要来查明我的身世？敢讲是马总兵派来？头家娘啊，伊有阵一千啊！你是了白公声，什么叫一千？不，一千啊！一千，过来。好，我在，你请问，你阿姐阿娘，我叫啥名？我老爸叫田宝。老母叫做杨氏。老爸你说你那叫做地公，你叫做杨氏。老爸讲啥？老爸是无杨氏的，是地公。地公杨氏。杨氏，那都无唔对。我叫你去看，做几何事？耍西菜馆。上到这重啊！哎呀，我讲吼，下了未清呐。我若有时间吼，慢慢的我来甲你讲来听。哎呦，多谢吼，多谢张大哥你解救我。我这亲，哎呦，对，我明个在这待伤久，我还搁等来叫你。对着啦，阿罗，是你天气不要地啦。哎呦呀，老爷，你看啦。你伤这么重，我看吼，我想来去请一个大夫，将你的伤缝给医好。你要等伊，等伊麻烦吗？唔通啦，我到这来你作状吼，歹势咧。赶紧啦，咱是好朋友，咱是客气什么啦？哎呦，无嘛吼。我来去请大夫，你去叫头家娘出来照顾老爷。头家娘袂去叫的啦。啊，是安怎？那袂去叫的啦？我唔敢讲，讲。大嫂，你出来这间房间，我要紧的代志，你跟我讲，到底有什么话，你还要唔讲呢？这简直啦！啊，刚趁我无地，撞到布老头的房间，我阿婆连吞吞吐吐，唔敢讲实在，我今日一定无会帮你说。这是夏天，夏天，广州夏天在是我来的。
在站在你的面头前的我，就是你的大姐叶金銮。哈，你是我的小姐，是阿姐亲的。恩惠阿叔啊，我若无爱你，我哪就吃醋啊？你是讲啥的啊？人清弟也无讲到半句，你安尼哩哩啰啰讲一堆，暗经嫌未实的。阿姐，我怪伊伫咧吃醋，要我唔对，我用伊唔对就好嘛。唔免啦，有啊，啊我嘛是唔对啦，我较冲动啊。你哦，莫生气啦，煞煞去啦。讲起来拢是家己的人，喂，姐，哇，我来感觉你吼，安尼火烧地头，面是甲面色哦，咱都未捌见过面哈。是啊，我嘛对你真面色。嗯，你哪有机会通好见面？那想袂起来就莫想，坐落来再搁讲啦。啊对啊，古啊！我想着，你是不是在做官啊？早起我去办会的时阵哦，啊有三个穿官服的人来给我查会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对不对？我唔对，你看，我来跟你讲哦，我看安尼哦，足面熟的啦，你都唔认。哎呦呀！哎呦，大夫啊，你嘛卡济，你是要我听死哦？哎呦！敢不是老大哥的声？伊是安怎心？对面的阿兄是什么人呢？阿兄的哦。跟我有关系啦，但是是安尼啦。哎呦，哦，来这听。好啦，好啦。这真笑的啦。好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算是笑话呗。
你抱下子很香啊，你啊吼！我有啊，你哥哥呢？一点米都无代志。安尼哦，多谢啦吼！啊，你这医药费吼，这去找一点头家退啦吼。我这钱也无要紧。安尼哦，我娃娃明仔载你过来给你存啦。好啦，我娃进来。多谢哈。好，来起来。家伙，唔能管顿哈。哎呦呀！哎呦！哎呀！手，好啦，我为着今日才变到这车来，即摆你都硬硬甲我找着，一等到你找着吼，输在你嘛，村头嘛一刀，猪头嘛一刀，买台买挂，动手嘛，哼，确实真勇敢，我才无要抬这个无对手的啦，喂，等等等等嘞，干啥？啊，你现在那不爱问讲？我是什么理由才要跟你行刺？我哪就过问呢？当官马英龙，搁京城的帮王，拢是一九七标的人，龙飞为官，更是受人指使而来。我哪就过问遐多？今日我会来拜访。娃娃进门啦，进门啦！你敢过来？你敢过来？啊，加油！连个都阿咧做啦，我头拄仔来只有拍死吼，不要搁有做，连汤嘛无阿搁做。哦，你是看咧朋友袂交诶哈，你明知影我咧想起来，啊你搁挑工带伊来找我，你存万要甲害钱，我咧什么意思啊你啊？哎呦呀，你唔听我讲，哦，你安尼点只爱甲大细声，伊早对云房时听着，唔是安尼出卖啦。哦，是伊家己听着，唔是你带伊来啊？是啊。是讲嘛奇怪呢，我看你吼、哦，甲伊袂输，敢真熟悉，啊伊先啊来住你的店中啊。嗯，阮是亲情。哦，你甲伊是亲情哦，你爱甲我讲啊清楚哦，你甲伊是什么亲，什么情，你若无甲我交代哦清楚哦，我无甲你煞来讲。你爱听哦，当然哦。啊，听我来讲互你听啊。那伊吼，就是阮金銮啦吼，失散十几年的小弟。就是六千啊！这空亲是恁某的小弟，阿恁舅哦，无唔对，原来就是亲戚姐啦，熬发多，像这样。不只是无将你放过去，你所以啊，王再三的叮咛，无论讲你伫天边海角，叫我都要来找都不欢乱嘛。这是太好，你看你为这个世上已经无亲人了，想袂到不但会当甲上帝见面，而且还佫有一位贵为太爷的国庙伫关心我，我实在是太欢喜了。这么的哈，我唔知影你去阿未哈，对吧？多谢多谢，行行好行好。啊，安怎？别放心啦，啊，是这个，请你受我一拜。你可
不方便，唔免惊这个大嘞。安尼啊，多谢哈。安帅，你是有什么企图要过来找我？我绝对无，我是敬重你。叶红春啊，是安尼啦，因为我吼、哦、一心一意吼、哦，拢想要报效朝廷嘞，啊要献身沙场，只是甲人讲。我包了唔着主啊，所以我今嘛想讲，要跟随叶芳清，你的身躯边啊，请你给他收留起来，安尼好哇？我问你，你什么名？我啊，姑啊，即我来介绍，那伊吼叫做老庆，爱有一条血魂皮，对嘞，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飞山虎老庆，飞山虎老庆，飞山虎李继英。哎呀，你趁家都好，无第一件失踪，那安尼就叫伊老田来等伊回山路里过用，这实在真适当。哎，叶芳清啊，你考虑了唔知啥款，唔知有想讲要甲我收起来无吼？哎呀，我答应。江先生，多谢叶芳清。我任务啦办成了后，我再来找你。唔免啦，唔免你甲我找啦。听我的伤也是好了后吼，我会家己走去找你。而且吼，我会带上真大项的见面礼来去报答赵芳清，你收留之恩啊。嗯，一言为定。阿姊姐夫，事要不做，我袂用再言了。我要来去啊。不行的，兄弟，你的任务虽然是真重要。也不过咱对咱的当中吼，你就给阿姊办多酒菜，咱吃茶啊好好谈一下。有什么代志，叫恁姐夫替你做就好了嘛。嘿啦嘿啦，对啦对啦。嗯、好，姐夫，我想讲阿君你要行水路，伫咱这个富君有这听顺教无？有，这无问题啊。阿哥最麻烦你，今落办铺给我做一撮，通知阮两个结拜小弟，重中礼义。是。我突然，我刚才在老板铺的时候，阿多。